今天我的功课都做完了，你呢？我也是。那等一下我们一起玩好吗？好啊，来我家玩吧。我好久没去了，走吧。房间怎么这么乱呢？还好吧，我觉得不乱啊。算了，我们来玩玄乐的游戏吧。好啊，你等我把电脑拿出来。找到了，房间看起来也舒服多了。是啊，房是清，墙壁净，既安洁比验证，无论在哪里都要保持事物的整洁。我懂了，这样做才对。